个好人家，我们现在来临时抱佛脚。嗯，来，对啊，来哦，来哦。第一步，哎，锅子冒烟了。好，可以，所以可以，所以要干嘛？倒油，沙拉油。那你跟我们说怎么做？我们来，来来来，你要倒多少？不要太多。哇，整个大冒烟，这个锅子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然后晃动一下。哎，你煮饭的资历大概几年？现在刚开始，今天第一天，此时此刻第一天。哦，好。哦，不要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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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它会喷很烫呢。不会不会。不会吗？不会。好烫，好烫。哦，这个煎得很漂亮。哎，这个颜色超漂亮的。哎，可以。哦。我在菜。你不错，你会嫁到好老公哎。哎，我刚刚在外面看啦。哎，怎么样？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会捡贵，他比较嫁得出去。怎么样？我那个角度这样看，对不对？在捡贵的时候，看起来很像汪东城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去哪里？为什么你嘴巴都油油的？刚那边有放油吧？没我的事，你们记啊！汪东城，你记起汪东城？回不去啊！他好像相亲的时候在旁边捡柜这样子，只对你有感觉。不要接去。装满哥 ，OK， 喝，可以了，可以吃饭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来来来，这边放，这边放，坐，来上菜，坐，吃吧，哇，这个现学现卖够行哦，是不是？我们给汪东城掌声鼓励，哎呦，谢谢汪东城，厉害，可不可以嫁？快点，好，来试试看。哇，好香哦！九层茶，好香的。嗯，干姜炒哦，好吃，好香哦。嗯，可以嘞。有的，有的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好吃，再嫁吧。嫁得出去。可以哦，好好吃哦。可以哦，好好吃哦。加这个酱哦。这个是凤梨的，凤梨的，然后沾你们的，对，酱。对，凤梨的。嗯，好，讲一下那个凤梨哥呢，懒懒就在旁边，好不好？哎，好特别哦。没吃过加凤梨的。我没吃过。嗯。我这样看那个懒懒哥，这长得像我叔叔哦。你有亲戚吗？亲戚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好吃吗，叔叔？所以懒懒，你应该有吃过老板娘用你的凤梨做出来的萝卜糕吧？有吗？萝卜糕本身好吃，萝卜糕本身好，那你再这样做一个搭配，就是给它变化了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已经功德圆满了吧？对，是吧？都可以嫁，都可以嫁了嘛？对，我们也可以嫁了，可以嫁了啦，你们也可以嫁了啦。